第四，就是现在国内很多同修想闭关念佛。下面问了三个问题，请问第一，闭关念佛道场的环境与管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第二个问题，是否可以自己在家闭关念佛，应具备哪些条件？第三，如何护持在家闭关念佛者？这三个问题啊，我不需要一个一个来解答，合起来讲。闭关，这是佛门里面有的啊，自古以来就有啊。但是你也晓得为什么要闭关，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就有居士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在山上啊，因为抗战期间呢，他们怕日本人飞这个啊，在台湾呢怕美国飞机轰炸啊，所以在山里面建了一栋啊，这个日本式的房子啊，房子后面是防空洞啊，避难的地方啊。战争结束之后啊，这个地方就很少人去啊，他们家里人你看没有一个人愿意住那个地方啊，带我就看，我看了环境非常好，很喜欢，他愿意供养的给我去闭关啊。我就去到台中啊，去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就把我呵斥了一顿。